提格是藏民族几千年前有了家畜开始在农闲休息或节日里用来分别胜负的一种传统游戏，有些人叫阿丘或打卡。提格的每一个部位都有不同的名称，如羊、山羊、马、骡、狗、棚等。按照传统玩法，提格落地后朝天的部位是马，就表示是赢家。不管有多少人，轮流把所有的提格集中到一个人手里，他要边甩手中的提格，边以说唱的形式介绍自己的提格是哪个动物的膝关节短骨，其特点、颜色、模型等。提格的说唱形式很像骰子，但其历史悠久，说唱委婉，内容简明易懂，具有藏北民族文化特点，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